参加身份。参加者分为选手、对职员、陪同者及帕拉选手助理员。参加者编号：选手、对职员、陪同者及帕拉选手助理员具有参加者编号。参加者授权码：选手及对职员具有授权码。竞赛项目分为个人及队伍，队伍又可再分为组合或团体。组合具组合代号、组合密码及组合类别。团体具团体名称、团体代号、团体密码及团体类别。